茶就像人生，茶叶离枝的那刻，看似生命的结束，但却是另一种升华人生的开始。我是玉一和乐茶空间的主人。以前对于喝茶的概念，大概是老人家在榕树下苦涩的茶味。在一次偶然机缘下，品尝了1930年代同章黄记的耗子集普洱茶，当下让我惊讶，原来茶的滋味居然可以如此美妙，也开启了我学习茶的决心。对大部分的东西而言，时间都带有消逝的意义，但茶却是时间的艺术品。离土的那一刻，进入修炼，看似结束，却是另一种扬升。透过行道、眼道、心道的感受，恒乐茶空间试图为台湾的茶精神注入新的能量。在恒乐，我们定期会举办茶人课程，在课程里希望带领大家透过茶的体验，由仪式进入到心神的合一。这是一种谦逊的过程，也是面对生命的茶禅。在这里，时间可以是旅伴，茶汤可以是老友，当然每份感动也蕴含着时间的韵味。